人来，早已渐枯。归火，一生变故。那时候来时来，大家拢爱来交换阿妹，从这个台湾走出的道路。我是一个天使啦，我三四十年来，我拢伫台湾才咧守护这个人民甲土地啦。但是，我为天顶不是看袂那个乌烟瘴气啦，要是哦，啊这大人囡仔啊这多，出来才咧野餐哦。哦，因唔知影 PM 2.5 偌恐怖呢？哟，袂当野餐，你知无？哦，来，哦，这有机碳，哦，拢个 PM 2.5结合呢，啊，嘛会害你着肝癌呢？哎呦，哎呦，啊，这些啊，哦，噪音啊，子宫，哦，那肌瘤啦，哦。过来吼、哦，脑瘤足多啦吼、哦！哇，咱的这么多疾病，拢是因为看不到头发的28%，头发直径的28%的 PM 点五导致的。最后。有可能大家都因为2.5而致病倒了哈。我们诉求啊，空污费一定要把它调高。林园林海工业区要赶快做流行病学调查哈啊，杜绝污染的产业哈，尤其国营的企业哈。大林新达电厂哈，一定不能烧生煤，改烧天然气。中钢哈的炼焦炉哈，那个淬火塔哈要有。湿式的改成干式的，这嘛真要紧了哈，要不然那个800支烟囱里面哈，很多都是这样污染的啦哈。啊，中钢的压炼制程要改天然气哈，啊，还有台电中钢中油的污染哈，3年降50%了哈，总量管制哈，要用实际排放量来管制哈，不可以拿车辆。减量的移动污染源拿去给固定工厂的污染源，这个不可以。我们高雄号称是宜居城市，不要让我们变成宜居城市。我喜欢高雄，我喜欢住在高雄，我想住高雄。你们喜欢高雄吗？要不要好空气？大家都知道 PM 2.5没有阈值的，没有阈值的意思就是说，即使现在 PM 2.5是在15微克以下，
根据国际上在研究医疗，在研究 PM2.5 与健康的人都知道，即使它只有15微克以下，对人体的健康都是有伤害的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们要求污染持续的减量，本来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。我观察了45天，是不是一个半月45天？我发现一个情况啊，奇怪，为什么30天里面有超过25天，台北市台北盆地，它 PM2.5 每一天都是稳定的低于20，稳定啊，请注意稳定哦，没有变化，都低20。那为什么高雄市每一天稳定的都高于40，都比台北多2-3倍以上？为什么？如果是来自于大陆飘过来的，从北边飘过来的，你想想看，飘过来的难道到台北就刚好不低空飘过，直接那些空直接上到外太空，然后再从外太空用光速跑到高雄，然后直接炸到高雄市，安尼到五科林？请注意一个字，4个字叫做动态变化。如果真的是从大陆飘过来的，难道不会在台北先不好，然后慢慢台中，然后再高雄？那高雄是不是从好到不好？台北应该从不好到好。奇怪，我30天里面我怎么没有任何一天，只有一天，就2个礼拜前有一次台北也受害了，那一次才是真正的中国埋害。那其他的这几天那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只有高雄市每天整天的好都不好啊？台北市整天都好啊？你告诉我啊，原因啊？大家想一想，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这样子说，从大部分是主要是中国害的，那你敢没通？这样合乎逻辑吗？啊，阮闽南地区吼，伫癌症上差迄个得到癌症人数最多的地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一个比六千搁较细，林园石化工业区啦，比十大建设开始吼，就是开始做石化产品。啊，迄阵那么环保法规哦，啊无环保署。啊，我念一个数据，互恁惊一下吼。你敢知影苯？一种毒物啊，苯是一直致癌物的对无吼？伊是咪你若长期接触，伊是咪会得血癌对无？101年吼，伫恁们家区吼，地下水污染超过苯的标准5000倍，土壤吼，苯超标1000倍。啊，佮有人讲，啊，恁闽南可能拢食槟榔，啊，啉酒啊，佮着肝癌。伊是10年前政府用这招甲阮骗，啊，我是讲啊，你着无着较巴结吼。结果即摆妈证实哦。空气污染其实也会引起肝脏的影响，引起肝癌。所以我们现在联合有两个number one 的癌症，一个就是肝癌几乎全高雄市肝癌比例最高了。第二个就是肺癌。因为之前在公听会呢，这些修法的这个诉求，民间的很多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。那很遗憾，前几天行政院就核定。所以这几个争议的部分，我们就是希望经济部，希望环保署，在这些法条的部分，要先跟我们做沟通。反通，反通。